欢迎收看 Music 那些事，你在干嘛？没有名字啊。然后嘞？数字版。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不会帮我唱。所以这个是谁？这个是哪个节目的名字？这是有台的。这个是你今天一直在看，你最近在追的那个女生的节目。我最近没有在追什么女生啊。真的吗？是这样，就是这样交朋友。你最近想要学怎么过生活吗？我学想要怎么做过生活。你想要学习如何聪明的过生活吗？哎，对，我发现我没有带麦，难怪我能用你的声音搜。你没有带麦。我跟你们说，还想为什么忘记带吗？因为他刚刚一直在看，他最近在把那个眉啊。有啦，我想要学习如何聪明的过生活。我 OK 了吧？这样就 OK 了。他现在智商太低，他居然连麦克风都忘了笔。我真的忘记笔，我太早进来。他刚真的很早就打到那边看哎，他真的看很久哎。我想，因为我以为我的声音是很大声，就直接收收到。真的，不然你也是可以不要别啊，你完全可以不要你都整场都不要别就对了。而且我们两个今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进来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所有人都穿牛仔。今天真的是一系列的一系列大家都是牛仔，其实我本来不是啦，我是去干人家的外套。我知道啊，这件让你看起来很奇，很像那种 OL 哎。哪里哪个部分？你就戴个眼镜，你就戴个眼镜。不是你平常戴的眼镜啊？不是，你在我书包，你帮我拿，有个眼镜，然后你去换个，然后你把它往后勾，你戴起来你会觉得很像 OL 系列。可是你平常戴的眼镜。我这个眼镜是拉阿哥的眼镜，这个不是拉阿哥的，不然嘞，这个没有镜片，你在插什么镜片啊？可是你那个眉毛会很粗啊？不会不会，会，你那个戴起来一定很奇怪。还好，有一点耶，怎么有点好笑啊？对，那两斤堪吉，金色感怎么不见了？这像两斤堪吉耶？不会啊，我觉得蛮可爱的啊。我们交换，你说交换哪个？你要戴这个是不是眼镜？对，好啊。我这样很像按摩师。你这样子好像还需要帮人按摩的。你不适合这种的，青色的 OL 眼镜要长。我超不适合，青色 OL 眼镜要是细框，你不可以有两斤堪吉的眉毛。Sorry， 你要是有两斤堪吉眉毛，大家想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有什么事？你戴这个其实蛮好笑的，这个还是比较适合我戴啦。你这很烦，你这很烦。你就喜欢模仿拉阿哥，然后在那边讲。没有，我想拉阿哥，我今天不像拉阿哥吧？大我今天不像拉阿哥。你今天不像，你今天很像蓝正龙，是不是？是不是？我每天都马说你像蓝正龙。好了，不过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其实。我最近觉得我们好像每一次录影，我都觉得恍如隔世哎。对啊，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但是因为每次录影完就是回家倒头就睡，然后就是过于的疲惫，所以下次看到你，我想到我今天要重复一次那个疲惫感。其实真的很累，尤其是上个礼拜这样子。而且上次还想就跟我讨论说，如果今天假设企划是他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万花筒一样的节目。企划是我写的话，百花齐开。我想过来写这个脚本的企划，我觉得如果脚本是你写的话，你终极目的就是要把我气走啊。我不会气，我会觉得我每个都玩得很屌，玩得很疯。真的假的？不然我们下一集企划给你写。好啊，如果泰勒哥愿意帮我加那个企划的钱，制作人愿意帮我加那个企划的钱。他现在想说，还想就是他写企划的话，就会搭上来打水球啊，然后打水球，如果还想当企划的话，我们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来宾。其实我写，对我只发女生。两斤堪吉跟你是蛮像的啦。可以，我觉得你很有天分，你很适合当他儿子。有吗？对，你很适合当他儿子，很像揍银剑啊。这样好事吗？像这种角色这样子。好了，不过其实我们也很久没有跟大家宣导这件事情。你知道在这个数字挂帅的年代，如果你真的想要支持一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抖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至于怎么抖内呢？就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很久没有讲这个流程，很久没有，你很怀念啊。对啊，点选左下角金钱的符号二，指定点选指定对象三，登录你的 Facebook 四，填写你的 sponsor 资讯五，确认订单与讯息到是否加入码。欧付宝的会员第六填写你付款的 information， 第七 send 出你的订单资讯之后 successful， 就有跑马灯出现。跑马灯的英文怎么讲？跑马灯 run horse light， 很烦呢，烂。你干嘛抓到我的那种逻辑了？我感受到你的节奏。我连这样带都很像出游的妈妈有一点呢。我怎么办？我人生算了啦，就这样。人都有自己的路线。对啊，你其实这样的，不然要怎么样？你这样都好看啊，不然想怎样 ？OK 啦，我们就是情色女教师，不戴眼镜的嘛。大家赶快抖内我们很久没有吃到大家请的便当，好不好？这倒是，我们很久没有吃到新鲜的东西了。对啊，不然其实大家就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新的，就是假设想大家想要看到我们跟来宾一起打水球的话，大家就可以疯狂抖内我们。只要我们每一次抖内够一集的那个企划脚本，我就会去写企划钱，他就会写那一集的脚本。我写的很屌，我真的要写的。可是还是很贵，他一集要10万。没有啦，8800。8800可以啦，8800可以写一集。对，就是算是那个吉利价，吉利价8800，吉祥价8888。第一本6600我就写了啦，真的假的？第二本再涨回来这样子。
那就如果写不好，下次就是87块。这么写太少了吧？此生很87这样子。我刚刚 Taylor 哥眼睛一亮，然后转身去抖内。87可以。他觉得立马抖87。他觉得那样子可以很划算。真的。好，那其实因为我们除了邀请很多不同的艺人来上节目之外，我觉得大家最近应该有，我们自己看今晚会有点想念那个学生天团。他忙开学对不对？他们开学就不来了，怎么这么大牌啊？对啊，哎、欸。所以照着我们没有开学，我们就是要吃吃的等他们放假。而且7点半骗我们还没下课吗？对啊，7点半下课。大学生。而且他们搞不好就一早上两堂课而已，他跟我说不能来。不是，他早上哪堂课还不会去，因为他睡过头就翘掉了。对，他会请，他有很多理由，他有很多 Mandy 会用生理假。不是，更夸张的是 Mandy 根本就已经毕业了，他也不是学生，他为什么用还没有放假的理由在那边演还不来？演什么演？有他上礼拜有跟我说要来，然后后来说他晚后来。Mandy， 你不要以为自己看起来像大学生 ，No， 你老了。他后来还没有说开坦哥，对不起，我今天不行去。我说好，没关系。他其实就是因为你在才不敢来吧。没有，好，我在想他喜欢我们之前有疙瘩了。因为他你先跟他查收了。这是送给导播的，少了88块。我跟你说，我们产大师不二价，你一页一页撕出来看是不是有8800张。对，我跟你说，有的话我就写下一集，给我找到。我觉得那边应该有8800张，哎，那个一叠通常是，哎，对，没有，通常一叠是100张。哦，真的假的？对啊，你看一叠这样子也才多少页？这样小计2、4、6、8、10、12、14、15，这样才1500张。哎妹，你这没诚意，怎么这样子？连名字都不给人家，这样就要我写，这样就要我写，名字都不给足。哎妹，拍水间真的很严格。没有，我跟你们说，我就做事要成功，就是要严谨，就是要严谨，从头到尾就是要算清楚。没有人都不算清楚，少一毛都不写。算清楚的人就会变得像他这样子、啊。我这样想，你在说什么？女教师只有当两斤看齐，就是一线之隔是天地之差。我没有说要当女教师啊，对不对？哎、欸，有他有他找，今天导播找很快，导播都找好了。哦，难怪。奇怪，导播怎么了？他平常不会这样的。他是不是在七月份灵感涌现？就刚好七月份他应景找这些图而已啊，搞不好每其他节目也用这些图、啊。他想说总有一天会用到你啊，他等很久了，等到了，不知道然后就会等到了，淡掉啦。对，好了，不过我们现在就其实每个礼拜六晚上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学生天团风音乐，对啊，然后当然很多朋友就会关心那个重播的部分，其实你就随时看麦卡贝频道就会重播、啊，什么时候会重播？没东西播的时候就会重播，随时啦，随时看呐、啊。所以大家想看就无聊就看嘛。因为 App 里面一到日期都有节目在播嘛，不管是重播跟 Live 啊。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充满丰沛节目的一个频道。没错。对，我觉得我们现在什么节目都有，我们就是除了灵异节目，搞不好节目。哎、欸，会不会开灵异节目？哎、欸，可是玉林哥都来了，不会有灵异节目吗？玉哥的节目还是外景，对不对？哦。那、啊、我在看，我真的是卖粉。那你刚才看谁？我刚才看，因为那是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对，我的朋友。哪一个？小胖。没有希杰啦，然后一些朋友啊。哦、真的、哦。对，我们关心有台的主持人，跟我们自己的主持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希杰正不正？我觉得正啊。那林威正不正？林威还好，林威 OK。那那个好，如果今天希杰要跟你交往，你可以吗？我可以啊。你好，没有超姐。我们什么？我没有超姐。希杰跟潘嘉丽。哎，我选希杰好了。真的吗？嗯、潘嘉丽超正的哎，我比较喜欢潘嘉丽，很狂野，很狂野啊！我真的是完全看不出她年纪，我不喜欢太我不喜欢太狂野的人。哦，真的假的？我喜欢温温的，温温。她很温啊，她只是年轻的很狂野。对，温温的，温温的就好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大家不要忘记，就粉丝团除了搜寻 music 那些事之外呢 ，Instagram MU 4041，还有学生天团的 Instagram 不是很重要。我说 KK 麦卡贝 band， 对啊，对，就大家就打一个麦卡贝进去，然后就打一个 bad band bad band。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摄影师看起来气色比较差？他今天很累啊，今天我们大都很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就是那印堂发黑。有吗？那他帽子戴很大而已，好不好？他的印堂发黑啊。哦，难怪我觉得他的印堂跟帽子一样这么大一点。对啊，吓一跳。我想说你怎么了？你还好吗 ？Are you okay？ 印堂 OK 吧？可以吧？OK 吧 ，OK， 我觉得没事。Okay、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于今天的那个来大来宾啊，对，今天来宾很酷哎。对啊，今天来宾很酷。其实我比较有印象的是森林木哎。为什么？我比较印象是吴卓源哎。哦，真的假的？啊，我跟你说，森林木。我说，我跟你说，就是一样的人会吸引一样的人，像同性就会吸引同性啊。啊，对。而且我看森林木的照片跟本人，我觉得就是本人好像比较亲切一点。森林木。而且他这个名字，我以为他们在取谐音，就好像麦卡贝是什么麦卡贝。我觉得真的是他们，我知道，如果这个算命的角度，他们一定命中缺木。为什么？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算命的说你们命中是缺木啊，你们这个团体需要多一点的木，所以他们就叫森林木木到底。所以他们不是在用什么谐音的，对不对？哎、欸，你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森林木啊！我知道，森林木，要不然就三
个人名字都有木，然后刚好是三个人，所以就叫森林木，就一二三，三二一。有可能，有可能，有个人叫林什么林什么林什么林。对，大家都叫林啊。有可能，有可能。可是这样，如果是三个人都姓林，我就叫双木林哎、欸。你在对啊，那大家怎样？我觉得他可能叫什么林什么林啊，就是。我觉得我们上一次有攻击来宾，为什么长得这么帅，可是发型是中分？然后今天攻击谁啊？今天在讨论人家的名字。然后吴卓远，对，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那个龟公鱼前一阵子啊，龟公鱼，你中文好一点好不好？龟公鱼啊，我在听啊，龟公鱼。就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我常会在 YouTube 上乱逛，然后有一天我就逛到他的歌，可是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嗯。然后就那时候我就因为我都放着，然后听我想说，因为我有点后知后觉，我就听完就、这个歌也太舒服了吧，到底是谁啊 ？Comfortable 就对了。你再说一次。Comfortable。那个方便，方便的英文。Convenience。Convenience。那个 Converse 呢 ？Converse 是球鞋，这个鞋子吗？你不要问那么简单的、哦。没有，我就听到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我就回去看，我想说这个女生到底是谁啊？就是因为我每次听到真的太好听的歌，我就有点愤怒，就是为什么？就是那种心情。然后所以我就默默又多听了几次，然后就隔几天之后，你记得我以前的团员吗？记得。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就是我知道啊，那个就是谁 ？Juicy Orange。Juicy Orange。对，然后就陶尔就突然私讯我，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已经有870年没有联络、然后他突然就传讯你给我，想说干嘛？我就说怎么了？因为我都叫他哥，我就说哥怎么了？他就说哦，就是最近我一个很棒的朋友，我想要推荐你，就是他，对，这么刚好，对，哇，人生就是这样子。我就说你知道我前几天才听到他的歌，听到生气吗？他说你干嘛生气？我说因为太好听，他唱太好了，哎、欸，可是唱太好，跟唱很好。刚彩排的时候我去偷听，哦，真的、啊，你干嘛偷听？我在门口，我眼泪。哎、欸，可是我实不相瞒，在我们这里彩排啊，是听不到都很难哎、欸，因为声音很大、啊。我还站到门口去听，你看就真的很认真了吧？你觉得太大声，所以你到门口去听。就加转小声一点可以吗？没有啦，真的好听呐、啊。所以就真的很酷，我觉得很酷。对啊。对，就是我觉得今天应该就是，我觉得听众的耳朵会很舒适啦。对啊，哎、欸，哪一天如果是我，真的是我们那团邪门乐团回来宣传，你会这样介绍？你们叫邪门哦。就是。大家是这样讲，因为我们五个制作人给我们评选是听到表演很感动，可是看到长相就不太想发他们。那可是你是主唱哎、欸，对啊，他说我们的表，我唱后来的我们啊，五月天的，因为我们是模仿五月天。你是阿信，我是阿信。哎、欸，我是阿信又怎么样？异翔是演石头哎、欸，异翔是演石头、欸。我觉得其他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演阿信就让人非常的不能接受啊。哎、欸，是吗？你凭什么？哎、欸，异翔在，身高呢？身高我第二高。颜值？哦，颜值的话我算是好的。怎么可能？哎、欸，异翔、吴尊、大根、阿虎。没有卡骨哦，没有卡骨太丑了。我们卡骨最近有整形了、啊。有遇到他，卡骨算是整的，有点邪门。还在消肿，偏门啊，还在消肿啊，消肿就会好了啦。对啊，他的眼袋嘛，對啊、眼睛啊。好，所以我们很期待今天的来宾。就是如果就是各位观众真的看我们节目，就是不是为了看海产，是为了想要得到更多就是更新的音乐资讯，还有认识更多更棒音乐人，我觉得今天是这集非常适合你们。没错，就我们就是不插科打诨，就是认真的访问。真的吗？今天不搞笑就对了。我们什么时候搞笑过？我们上来都是很认真的在聊天。被你一讲，我记得我都是用我在展现我的专业。对，我们从来都不搞笑，我们很专业。啊，聊一些创作理念啊，一些概念、一些想法的事情。对，不信你问工作人员，是吗？你都是很认真在访问啊，我们什么时候搞笑？可是我看那个每次那个什么剪出来的精华，好像都在耍白痴。哎、欸，对啊，都没有在音乐上面。你可不可以偶尔剪一些我们很认真、很专业的精华在里面、欸？可以哦。好，不然我们现在就认真来报音乐消息。好啊，好啊，我们看一下本周的第一个音乐消息。要字正腔圆啊，要这样、哦。对的，中国新歌声二从七月开始热闹展开。各队的导师呢都在厮杀，不过在导师的歌曲串场秀上出现了周杰伦加陈奕迅的合唱，你知道这两个人就是唱对方的歌，大家都很好奇，所以我们来看看吧。有 freestyle 吗？
哎、欸，很好听哎、欸，真的很棒，棒到我们两个发自内心欢喜的笑了出来、欸。其实真的两大天王的结合啊，拜托，是音乐一个时代的时代与时代的结合传承。很有 groovy， 我们真的看到发自内心觉得欢喜，我们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对啊，满到还想都想买一台车给我了。对，我真的好想买哦，还想那个劳斯莱斯哦，劳斯莱斯的部分。你是神是不是？对对，我很喜欢那两片烤肉架哎、欸，我都好想要去。做那个宗教音乐 哦，真的吗？最近那个、啊、不是那个什么大师吗？他的信徒，你们看那个新闻，法喜还没有到人家供养的，法喜充满，我们法喜充满。对啊，那个真的太狂了。对，还想刚刚跟我说他要送我一台脚踏车，我就是法喜充满，我现在觉得相当的欢喜，很开心吧？我现在对你醍醐灌顶，有哈、哦、有感觉哈、哦，哇，我好素质，好水准、哦。热不热？热不热？你会随时摇摆吗？哎、欸、有哎、欸，不知道为什么就动起来嘞、欸。对对对。哈哈，瞎扯！好了，我们放下第二者啊，中华职棒在线灌篮高手原唱挤爆球场，好不好？拉米 girl 桃园本周举办日本风主题局，赛后邀请到灌篮高手经典片尾曲的主唱上杉升到现场开摊，到底多嗨呢？直接听看就知道了。为什么棒球是找？职棒的比赛是找人来唱灌篮高手啊，这很难，就很难讲啊，就是大家一样热血吧，一样是运动啊。那这样大家可以找网球王子的主题曲人来唱这首歌啊，也可以啊，也可以、啊。然后名侦探柯南也可以来唱，因为侦查叫动脑力，那也是一种运动。对，其实什么都可以，你其实叫谁来唱都可以。而且柯南很忙，就是他之后，然后就快点躲到人家后面，所以我觉得那个运动量很大。他请到柯南的原唱来，原唱并不会这招，好不好？那是卡通里面的灌篮高手的主唱，他不会灌篮，所以柯南的原唱他也不会有这个东西，好不好？第一神拳，第一神拳他也不会打架。原唱他也不会打架，天才麻将少女，他也不是说很会打麻将，通灵王，他能通灵，我说他能通常啊。现在是七月，哦，现在七不代表他能通灵啊。哦，好难相处哦，但是没有关系啊。你要没有办法通灵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猜到面具后面是谁在唱歌，就是例如大陆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二季在三日首播。那么其实呢，大家知道就是其中有一组蒙面唱将唱就是闲不住的铁娘子跟没朋友的球鞋侠，就是这两位朋友他们在合唱的时候，大家都说。根本就是林俊杰跟张韶涵，林俊杰啊，就是跟我有时候在对着我自己的歌，大家说天哪，你的声音跟那个原唱一模一样。对，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他们嘛。这个啊，如果不是张韶涵跟林俊杰的话，还想就把他一半的财产分给我，我就分给你啊，一定是啊，嗯，绝这个绝对百分之百就是啊。那如果刚好是什么王俊杰跟王俊杰是香蕉哎、欸，对，我都王俊杰跟什么张瑞麟跟王俊杰跟卡骨，就是香蕉跟卡骨在上面，他们两个身高差不多哎、欸。你说我上面是香蕉跟卡骨？不是，我说原来林俊杰跟张韶涵身高是差不多的、欸，应该是敬畏吧，敬畏、哦，真的、哦，其实就跟我们两个身高差不多，也都是假象，就假象，因为我鞋垫这样一直一样、哦，真的假的？我没有啦，我没有鞋垫。你实际上有比我矮吗？我比你矮啊，你比我矮，我其实真的比你矮。哪个部分？来看看啊，好啊，来看一下，是志气吗？其实我真的好像比你矮啦，你对你比我矮啦，对啊，对不对？有吗？哎、欸，你戴帽子。你不要垫脚，我没有垫脚，其实还好哎、欸。其实我们是背对背，我觉得我们好像比过几次，但从来没有胜负。认真比，谁比较高？哎、欸，你为什么？干嘛、啊？你不要穿五万块的鞋子，就这样、喔。我没有穿五万块的鞋子。永威，永威，谁比较高？差不多。你扣掉鞋垫，你觉得 OK 吧？快快快 ，OK 吧？导播，导播，我们谁比较高？
对不对？我们要情侣谁很像啊？我真的是下辈子造孽，我才会嫁给他。差不多。对，你搞不好你不要讲这种话、啊，这种事再讲。对啊，你就不喜欢我这种类型啊？搞我很难讲啊，不喜欢，不喜欢跟就是。你唯一喜欢我的地方就只有身体吧。Body 就对了。好啊，我们有身体的部分 ，EXO 都是蛮厉害的。他的身体是最厉害的，好不好？对他们最近在首尔举办了粉丝见面会，然后用两倍速的舞曲，然后挑战那个 Coco Pop。你知道，就是大家表情都充满自信，可是你知道每次两倍速，大家一开始都是很镇定，然后到后来都会崩溃了。我们看一下他们可以撑到什么时候。一个好的两倍速，如果没有 freestyle， 那他没有 punchline break， 那就不是。你头再往低一点，就刚刚那样，不要动，再拉近，再拉近，再拉近，你们看一下，好像吴亦凡哦，是不是？六六六，我想开跑车。可是你刚刚有看那个画面吗？我看啊。我现在人很困惑哎。他们因为那是粉丝见面会，所以应该是有认真打扮，所以现在就开始流行那个小时候香港电影《古惑仔》里面的装扮了，是不是？这种流行这种东西很怪啊，就最近反正。可是那真的是我从小到大都不能接受，他们就穿好几件丝质花衬衫，然后就花色完全没有搭配。就是搞不好这是一种潮流啊。而且你知道刚刚所以男生觉得这样是帅的吗？是帅，像现在吴亦凡眼镜要戴圆的，然后很低那种，大家都又开始这样掉。所以等一下你刚真的有觉得那个打扮很帅，是不是？我觉得那你下次可以穿两件丝质花衬衫，然后。我要求里面那一件是老虎，然后外面那一件是龙。好啊，那你叫唐龙帽记一下。可以，永威会帮你记一下。那我叫永威帮我记一下吧。永威部分，永威绝对帮你记一下。好了，我跟你讲，记一下之后，我跟你讲，中国有嘻哈总冠军吴亦凡搬出我们周董的歌曲改编，好吧？他改编的以父之名帮 PG One 唱歌搭配 rap， 到底多嗨呢？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决定谁对，谁又该要沉睡，趁乱不能解决，在无止境的夜，关掉你的嘴，唯一的恩惠。我和你不一样，是因为我有我的路，为了我的家人，为了父母我的呼，为了昂着光的兄弟能够一起走，握紧拳头，你们知道这一场我不能输，无数人的那都没有高贵，看我跳的跳高想让我挂，我只看到前方旅途真的那风景好美，听不到那传肉粉的鲜花，他们想要整你卖你，难道懂你害你，没人捧你带你，真的懂你爱你，曾经绝对不敌向你攻击捧击，到底是谁杀来黑把真理勇气，别放弃当然别忘了我们说的话，你表情坚强的孩子都能够做得到，为了真实，为了地下，为了自由，为了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我能决定谁对，谁又该要。你觉得怎样？你真的没有看吗？很好看哎、你说总决赛吗？我也没有看、我还没看、可是中国有嘻哈，你没有看？我有看前面两集。真的要继续看，其实蛮好看，他好像在拍偶像八点档偶像剧一样。我最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就是在那个四强赛不见了。爸爸，我觉得爸爸之后应该会来。他本来就来，他已经签给混血了啦。对啊，所以我觉得会来这里。你说六千那些事吗？对啊，因为他签给混血了。这样你应该会蛮亢奋的。我会觉得他想要跟他。可是如果以爸爸在就是那个中国嘻哈的那个身价，他应该是不会来这里。很难讲，很难讲，很难。对，他应该不想见到你。不会不会，他也知道我是饶舌挂的人，我觉得爸爸。你是你什么时候是饶舌挂、最近的。所以你我跟你讲，我为了我先猜。妈妈可能会来，我已经去下定那个中国有嘻哈的帽子跟那个什么，那个你真心，我真心啊，你当真，我当真，我没有骗你哦，我真的你很夸张哎，我你干嘛这样骚扰人家、我已经先下载了，我已经先下载了，你很可怕，我已经先买了，先下载了，好，没事没事，那就大家找到这个同时，我们再去看下一则新闻，因为最近那个泰勒斯的新曲其实造成了很多话题嘛，那么最近马来西亚的歌手呢，把泰勒斯的新歌，然后混搭阿妹也跳进来，一起合作成一首 cover 的歌曲。意外的合拍，而且混音版本真的猛的，我们来听一个。你干嘛打我？为何没人让我知道，却又怕要
在我发现他我心里面的话在告诉自己，我想跳都没有装，起舞在每个窗，要所有人都当我跳舞着在翻，那一切爱我恨，到所有人都烦，请一直继续翻翻翻到天亮，自然不勉强，在睡到面都爽，就跟我一起跳起来 ，Let's do it now， 就跟我一起跳。Just watch you make me tell, but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all, look what you made me tell, look what you made me tell,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I don't like your king donkey, they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et me out and to a feast. What the world?你知道我刚才想一件事，就是他都大费周章拍那个 MV， 他为什么不要先洗头？你刚刚有看到吗？这什么事啊？他的刘海就是很长，然后又黏黏的，又分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干洗法用干洗法不是，我是说拍 cover 之前你先洗头，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又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干洗法也很便宜啊。嗯啊，这样有一点。谁家讨公母啦？哈，下面谁说洗个头说不要啦？对啦，我现在不爱吃 C 头。哎妹，不爱吃头，安妮你长头丝呢？啊，长头丝怎样想得的？跟伊同款呢？我没有头丝。你看，已经帮我前面戴墨镜，好，因为那个头丝太多，都蔓延到眼睛里面了。啊，所以把谁长头丝戴墨镜啊？你啊，长太多蔓延到眼睛里，可以吗？其实我的发质算蛮好的，荧幕里面看起来。为什么要这样？算是蛮顺的啊，对。好，没有人要理我的发质的意思，就对了。我觉得很好， okay. 对，嗯，好好，溜溜溜溜一波。好，我决定要制止他。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陶晶好看的节目马上回来，好精的节目，好看的节目。